这边有，揍他，揍他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明学，我是小峰。我们今天又要来玩知遇果子啦，但好像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们今天做知遇果子的同时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我们有六个指定词汇，我们不能说到。说到的话，制作人就是旁边出来拿着大扇子，那对他就会冲进来打人。你打一次看看，你打桌子。哦，好可怕！可以小力一点吗？很小力。他很嗨，他很期待这一幕。对他，就是他做了这一把扇子，做了非常久，然后迟迟没有机会使用它。今天终于被他逮到了。他很想要用这把扇子打我们很久了。好，残暴。好，那可以公布我们不能讲的话有哪些吗？不行。哈，不公布。被打完会知道是，我们会知道是因为哪个字被打吗？就是你要猜啊。就是要边被打，从错误中学习，对，汲取教训。一句话里面有某个词，哇，是一个踩地雷耶。那我们就来做吧。现在开始被禁止讲某些词汇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我的知遇果子是寿司的。我的是彩虹色的啊，水晶乐园小达人。对，这个很可爱，就是你可以自己配，它有三种颜色，然后你可以把它配成做彩虹的概念，然后自己配色。右脚摇头，对不对？OK，你可以自己配色，搭配出只属于你的色彩。杀鸡儆猴，这个词很容易讲到啊。哦，对啊，尤其是米雪，我最爱讲这个词了。哪个词？简单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哇！它盒子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，自己有发现，它盒子。之后呢，里面还有一个袋子，就跟你的一样。我这边有一个小模具，可以拿来做的。企鹅，它的图案有企鹅、皇冠、星星跟一只鱼。然后这边有，揍他，揍他。傻一点。这边有粉末跟四个颜色，就是蓝色的东西、红色的东西、黄色的东西跟果汁的东西。这边是什么？揍他！对，不要忘记。米雪超级喜欢讲那个词，那个词。And then 呢？不要学我。这个是软糖的东西，这边还有一个汤匙，跟这个是滴管，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你有听到我喉咙的声音吗？有，那又出来了。这边有这些格子，那我这边呢有一个盒子，一个滴管，滴管可爱，然后一个小铲子，好像 Hi Chu 哦，这个是粉，这个是，我在想它应该是黄色跟红色的东西，然后加水之后它凝固，然后他讲两次。水之后凝固，之后变成这个尾鱼的东西。这个是蛋的东西。尾鱼跟玉子烧，蓝色加到一，搅拌搅拌，搅拌吗？拉拉也可以吗？这一包是做饭的，煮饭喽，糖的味道。啊，我做错了，应该要先加水的。我成功的把它切开来了，虽然很丑，我们不要仔细看哈。我先要把告状。现在这改不了。现在我们要把水加到这个馅的部分，再加入这个是果汁的东西。好，好，太多了。吸一点起来，你不是有滴管吗？我认真以为你叫我用这个吸耶。你不是有这个果汁的东西倒进去，甜甜的味道哎，这个饭的粉叫。啊，现在来喇喇哎，喇喇，后来我的喇喇可以吗？再把这个
到中间这个花的部分，好酷哦，它变成软绵绵的。接下来我们把水倒到前面三格要加入有颜色的部分的。好，颜色继续部分加入，顺便帮我倒一点。那你讲一下我刚刚讲的那句话。不要。那这样不顺便。好，等一下自己了。嗯上次接下来分别把红色、蓝色跟黄色的东西加进去。你饭做好了，红色、蓝色，然后我严重落后，好可怕哦！啊，妈妈！你刚吃太多次，一次吃太多，然后。我现在要来，太神奇妙算不能尖叫是不是？我加错颜色那个字哦，我加错颜色了啦，毁掉了。到底是因为做太久筹备那个，还是？不是，因为就是我刚刚在看我加什么颜色的时候。然后就私心，就是他说了，说所有颜色混在一起了啦，要查一次，可以顺便统计一下我们谁被揍比较多次。我现在就是把他们全部滴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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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下去。表情变僵硬，以后就不要自己讲这个词，生气啊！可是我们还没，我不能说那个词也太啊，不可以叫，不可以乱叫乱叫。好漂亮哦，你看它是蓝紫色的，小风小风，你看它，嗯，它很美，你们看不到，哈哈。什么？我的颜色都混在一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讲蛮多次的。我知道了，我可以不讲吗？不讲什么？哦，你说那个字？这边这么色彩缤纷，我要怎么样不讲到这个？我的 color 都混在一起，我的色彩，然后我的橘色，因为，啊啊，这也是，对。哎，肚子有人累了。这个 color 很丑哎，看得到吗？我不小心把三个颜色都加进去了，然后就变成一个，我不小心把三个 color 都加下去了，然后就变成一个很不 OK 的 color。滴这个好疗愈哦。嗯。你的手刚动了一下，我害怕。我现在可以来拼拼图了。做治愈果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可以叠字。平常也可以啊。不行。嗯。中间那个颜色，奇异果。中间那个 color。color。OK OK。海球的味道哎。他说用手这样拉成长长的。这好香哦。这应该是好吃的治愈果子。这是 Hi Chu 哎，对，它是软糖。哦，我已经六个颜色了，可是我想要第七个。刚忘记打。可爱吗？可爱。嗯，可爱。我要做这个鲑鱼软。我也有像你一样那样子。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嗯。会不会其实我们市面上吃的鲑鱼软有一些是这样做？不是吧？鲑鱼软是真的吧？不要这样啦，我相信他们。相信他们。那个我真的新公司的人呢？生气了，开大绝。那就从头到尾。来，上次我是谁？哦，不是我，好可怜。啊！要自己。不可以乱叫。
咕咕咕咕咕，好像尿尿，应该是狗那个声音，有吗？感觉比较像是拉肚子。好，剩鱼跟企鹅，这需要非常的细心哎，你像昆布哎，企鹅。气死了，水滴下去了。我是 Y、欸、不是 R 不行吗？那我前面很多次说 R， 你打我。前面都说 Y， 我说 R。反正简言之不能乱讲。来，啊，来，啊，悲剧哦。刚刚你们有看到吗？没有。就是准那么辛苦。这个海苔那么难赶，我们要从悲痛中走出来。这是玉子烧，我现在要把粉末加在我这些色彩缤纷的球球上面。欸，这款很好吃哎，这款人都是好吃的。我的当然也很好吃。奇怪，我们听大家说十万不好吃，可是我们吃到的都是好吃。结束了。结束了什么？我真的结束了。嗯。说好吃讲过很多次啊，好，所以是那个啊，听大家说十万不好吃，可是我们吃到的都是好吃。治愈果子，好，做完这个黑色的海酒，什么口味？葡萄吗？搅拌搅拌。九抽嘛，我这个是。不要乱叫乱叫，不好意思，我不长记性。吃吃看尾鱼，味道也不一样。这个好好吃哦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但我的上层的球跟下层的软糖完全就是分开的，不知道是本来就要这样，还是我做的问题。啊，酱油嘞？酱油，不知道是本来就要这样。有一个，现在还是不知道到底是。我要蘸酱油。啊，好饿哦。我的比较好吃。大家有猜出来六个不能说的词到底是哪六个吗？要放给大家，我以为大家要跟我们一起猜。可怜的我。今天的做治愈果子挑战应该算大失败吧？我们就一直被打、啊。所以目的是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然后，搅拌搅拌，酱丸其实也蛮好玩的啦。嗯、最后会被打，然后我们制作人也打得很开心。对啦，满、嗯、足制作人想打我们的心情。然后呢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。然后订阅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如果有想说的话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栏告诉我们。然后不要忘记去追踪我们的 IG。然后我们也有 Facebook 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